大家好，我是千鸟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刺客教条：蛋革命》帝王陵墓。放在那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要把新闻藏得这么隐秘啊？其实这里有窗口。不给录像。啊，可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报纸。Je doute qu'il a envie de voir qui que ce soit en ce moment. Eh, ça va, c'est bien, là. Je crois que je vais trouver un endroit pour compléter mes produits d'épuration.我没有拿到这个，这个双脚帽是一定要的，因为它可以让我穿成拿破仑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拿破仑啊，他的身高实际上没有这么矮，他会这么矮，除了可能是因为那边的人都比较高之外。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穿着，因为亚诺也不高啊，他平常的刺客装看起来就不会很矮，穿上拿破仑的衣服就有一种矮感，所以说不定是因为拿破仑不会穿衣服。不晓得为什么这整个区域都显示成一种蓝色的感觉。刚刚他看到的一个潜入机会，应该就是这上面吧？施工中的空缺。在这边我也可以补一些有灯油，灯好多、哦。你们这一群人就除了找麻烦之外，还会干嘛？真的是哦，珍惜自己的性命好吗？
瞬间我就已经。哎呦，你是砍我的吗？哎呀！死了！就像你们珍惜生命了没？这边士兵还不少，好多人。我爬高高好了。这两位两次掩体刺杀，我都杀乱七八糟了，我才看到。这个应该在修道院里面，现在看不到。这里有一个掩体可以用。来吧，一次，金色宝箱，这里，这里，过来！过来！
啊，这样居然没有成功。哎，他还是成功了，还蛮鸟的。打起来了，我去拿双脚帽。我们打你们的，我拿我的双脚帽。毒死你们！哈哈，算了，我觉得我这样好狠心哦，连我的同伴都把他毒死。凶残的雅怒。为什么我跳上来而不是躲藏啊？哦，成功双重刺杀他们家。再从你们身上多收一点弹药出来。
终于中了。Right, I was just behind you. By all the... How far can he be? Your time is finished! Hey! 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一定刺杀一个没有刺中。No sprinter!两个应该会走回来，我可以再找机会杀他们。是一般人吗？好，我进来了。去补一下油。这边居然有两个人。下一个讨厌鬼，他突然不想杀我了。烟雾弹配掩体刺杀。哎呀！没有弹药了。我就一直靠着这个掩体杀一大堆人。Son of a, did I just lose it? 居然没有中。这里人该不会是无限的吗？
没有子弹了，就只能。可恶，他们都不带子弹。拿到了，空的，哦，藏在这么里面。It reads Condorcet manuscript, located in the old red house, and then a name, Léon.我必须逃出该区域。还好我补血，还好我有看到我已经被砍了，又是一样的。就是你破坏我爬教堂计划的，现在才完成，这记忆好长啊。不要陷入冲突，没有办法，我陷入了冲突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会，拜拜。